介绍跟讲话，啊，这么享受啊！我刚看到飞哥啊，是，我就觉得我穿越时空了，因为在那个时光啊，是我说还没出生，哎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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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父母，你没有这么小，在看《神那个神雕侠侣》的时候，应该是在谈恋爱，还没结婚，还没有生女儿，所以你不知道，是那个年代的时候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的。孟非大哥啊，在香港是非常出名的啊，这个演员是我们郭美珠大姐啊，重金礼聘啊，把她聘请来台湾。OK，那么今天我不要讲那么多这个其他的闲话了啊，今天主要是我们大风堂的这个伟大的日子啊，虽然我不是歌星，但是还是要唱的啊，为了我二弟啊。OK，
是一个领导的一个精英啊。虽然我是你结婚大哥，在你身边我学习不少，做人为人，尤其是有智慧方面，我比较开窍了哈。啊，现在讲一下，就是说，在民国73年，我跟喷子演了一部《神雕侠侣》。在座的不知道有谁会看过，有的举个手给我看看。哇，9、5、6、7、8个。好 ，OK。谢谢你们，因为我知道人很不敢举手，因为怕碰到年纪哈。我跟你讲啊，是不是？你跟潘迎紫演的那个《神雕侠侣》哦，在座很多人都看过。哦，是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天天哦在那个电视机旁边看，因为这一部戏哦非常非常的棒。啊，这部戏当年哈讲良心话，那年啊大街小巷哈，我看到了一对对的情侣啊，对，满街都在咕咕。大家在哇儿讲，那年结婚率特别的高。你跟他结婚？真的很棒的一个金庸的一个作品啊，《神雕侠侣》。所以这个啊，今天呢，就是说啊，我来到这个社会上，我也已经70岁啊，我演《神雕侠侣》的时候也很还很年轻。那么人生啊，不能再来一次啊，不能再来多看啊，是吧？我们是他的人生70才开始嘛，我永远都这样子啊，我太太跟我差20多岁，所以我永远都是一个年轻的心，我永远不会说带我太太出来像带个女人一样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为啊各位带来这首当年的《神雕侠侣》。那么这首歌啊，是我在唱的时候，如果当年有很多人都还很年轻，很小的年轻啊。一首往往一些歌曲会让人回味到当时我在做什么，是从前挨过、活过、努力过、也打拼过。但是这首歌是两个人唱，我的姑姑在香港练功，潘迎紫。到今天呢，我想请一位你们的新舍友，这也是我的妹妹，我美丽大方高贵的妹妹可可啊，上台来，预备。心系江南路。